武当秘传太乙仙儿掌第一式紫气东南。 下面我讲解一下紫气东南动作要领。紫气东南是太乙仙儿掌一个起势动作，是一个武当派特殊的手型标志。他这个左手四肢并拢，放于左侧下垂自然下垂，右手形成剑指，向下弯曲延伸，均衡拉长。 下面我讲解一下黑虎作动动作要领。黑虎作动是结合道家“吐纳导引之术”来形成一种武术动作。先从左脚向左侧开步，基本与肩同宽，两手放于身体两侧，垂直向下画弧，放松。 那么这个放松呢，要求两个掌心，对侧面，在放松过程中形成一个画一个圈，基本上要离开这个身体啊一寸左右，松肩、松肘、松腰、松胯做下垂动作。那么它起着一个导气和身体啊连贯的作用。 尤其是遇到擒拿术、抓背、放松，然后寻得机会趁虚而入，可以反败为胜。那这个动作呢，下去之后，还有一个是前边一个灌气、丹田鼓荡的过程，丹田吸、呼、吸、呼，要三次。所以手势呢是从两侧开始放松，往前合，合抱之后，身体开始慢慢伸直。 吸气，腹部收回，呼气，呼气，这个是一个反呼吸，呼气，丹田鼓荡，放松，吸气，呼气，连续三次，为我们这个太乙仙儿掌这个行拳运功、进攻走架做好一个基础。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，要收于两侧，其名为黑虎作动。下一式二龙戏珠。下面讲解一下二龙戏珠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两手。 沿腹部汇合，食指、中食指、拇指形成一个圆形，上提至胸口、膻中穴，两双臂向外膨出，像围墙一样膨出，然后肘下落，一抱为肘，旋转，掌心向外撑开。 那么这个过程啊，就像龙，两条龙一样，两条龙啊，在这个戏中有一个滚转、拧、钻、翻这么四个特点，拧有拧力，裹力，翻、转、扑、按，这有很多劲法在里边。它要求腰放平，臂要放平，腿要放平，腿要平，下来。
形成这么一个状态，四平，形成四平式，八面支撑，头向上顶，气沉丹田。这个动作不太复杂，重点掌握两腿距离和力量均等，手微微翻转，要松柔圆活，自然流畅。下一式，合舌搬运，左式。下面讲解一下合舌搬运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身体以腰为轴向左侧旋转，两手不动，转成90度，右腿伸直，左腿弯曲，脚趾扣地，脚不可以动，保持落地生根之势，两手翻转向外画弧，同时两掌心向外，由下向前向上卷抱，卷抱到头部高与头部相平，然后身体重心后移，坐于右腿，左腿伸直，两手下落，顺胸前平缓下落，再跨两侧，完成左式合舌搬运。那这个动作啊，重点是在拧腰甩胯，九转环丹，手上有一个圈，肩上一个圈，腰上一个圈，膝盖一个圈，脚下一个圈，要形成个九转环丹之势。这是武当派所谓玄门里边一个特别的要求，有九个圈出来，转一个圈，或转身一个圈，起手一个圈，落手一个圈，回身一个圈，转身一个圈，用九个圈，这是他非常特别的一点。当然他不同于太极拳，也不同于其他拳法，虽然动作很缓慢，他表现了这个道教玄门的这个九转环丹之势，因此呢他又具有非常好的这个养生价值，对身体这个各环节的运转，平衡阴阳，调和气血非常有利。那么这个做了以后，重心虽然在偏移，这是一个小横裆步，这也是武当拳法有非常常用而独特的一种步伐。它重心要平稳，不可以倾斜，是吧？必须要正直。这个腿虽然虚，但是这种步型要保持好。手放在这两侧，合舌搬运，右式。下面讲解一下合舌搬运右式动作规则。接上式，以腰为轴向右旋转，两手不动，随着腰的转动，两手转于右胯两侧，行合抱之势，两手下按，两臂向外撑，肋骨外撑，形成两种力量，同时手以腕为轴旋转 两掌，掌心向前徐徐升起，由下向上卷抱，与头平，开始回抱下按，同时重心后移，右腿伸直，两手从面前徐徐落下，十指相对，放于右胯两侧，保持身体中正，两目平视，神态安然庄严。下一式，拨草寻蛇。
讲解一下搏草寻蛇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身体开始向左侧旋转，以左手为零手，右手随左手向从右侧向左运转，在胸前运转，画一个圈，完成搏草寻蛇动作。这个要求以腰为轴，利用丹田之力带动四肢运动，这感觉要出了。那么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？是力起脚跟的感觉，是既于腰大于四肢的感觉，身态安然，由此完成这个搏草寻蛇动作。同时两个腿啊一定要往下落，重心降低，形成小马步，掌心向下，食指放平，中间坠肘，头向上顶，舌尖上额，脚趾抓地。下一式，二仙传道。下面讲解一下二仙传道动作要领。接这个前式，手啊先旋转起后抬腿，脚侧面做往前前蹬的动作，而这是一个按腿，不可以轻易出手，搭手出手。同时呢，这个右手掌心向下，向前摸掌旋转。那么左手呢，放于右臂肘下，同时重心前移，右脚上步，左手从右肘底下抱起上架，右手手掌从左臂内侧向外撑开，按击，左手上架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它具有一定的这个实用意义。它的实用意义在于有一个搁手的动作，打手，类似于像太极拳的这个手，类似于像太极拳的这个推手、单推手、打手。然后打手之间呢，腿下边有一个弓箭，这弓箭叫封脚，这个封脚是武当拳的一个特点。然后面部攻击，万一对方有手来防守，这个手啊接这个手，中间这攻击打出，形成这么一个动作。所以它这是一个接手打手的动作。那么注意起腿下边右腿要略短弯曲，才能增加腿的攻击打击力。起手落脚，手一下出来，像一条龙一样出手，抱肘，起手上架，出腿，然后身体往回引，出掌，同时运动。那么这个动作啊，有一定的复杂性。下面安排武当弟子做一个反面动作，供大家参考。下一式，古树盘根。下面我讲解一下古树盘根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二仙传道的上式，然后两手啊开始旋转，掌心相对，上前后对应下落，以身体轴线为，以中心呢为轴线下落，同时手脚挂，落步一个按腿，轴下落，
用前臂做封手的动作，右左手后引向前劈挂。那这些动作了，来小龙过来，要注意脚下啊有很多按腿的运用，比方说啊，当时看到的下边这挂腿，这挂腿呢相当于这手过来之后啊挂，这腿要一定要挂住它。那么这个在挂的同时呢，两手啊必须往下收回收。为什么回收啊？对方在攻击的过程中攻击，我用手啊回收，实际上两个这个臂啊已经在对方已经在外侧，便于人我们自己上这个近身。那么这个动作近身呢，所谓的外格伸手，外格呢下来之后，外格无非是肘下垂，腕上挑，然后封脚。封脚可以劈这个太阳穴，也可以攻击背部，有这个折叠之意，有擒拿之术，一些用法打。那么同时呢，还有一个是可以封闭对方，打完以后封闭对方，做好攻击动作。那这些亚球上下连挂必须要顺遂，起肘不要抬，不可以抬起肘，必须要下落，坠肘挂，眼睛向前平视，脚跟着地，脚尖翘起，要侧身向前，这个手掌啊形成螺旋掌。这动作啊有很多是在转圈中啊转出了一些方法，所以注意动作中间的连贯性，不要走直线，很多是走弧线，脚上弧线，而脚上有勾挂登记之力，前面勾后边登，有很多劈腿按腿，这下边地下按腿有八法，其中有三种方法在这个腿法里可以运用。下一式大雁展翅，下面讲解一下大雁展翅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左脚向左侧捻进呢，本身就具备一个按腿的用法，捻进，然后加斜身靠，肘击，立即立反击。那么顾名思义啊，叫做大雁展翅，分开，像翅啊要展开一样，脚下必须站稳，不可以晃动，必须站稳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和前边动作一样，它有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和连贯作用。好，来看看它的动作要领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先是从这里，然后伸手，这个脚步啊要迅速的捻脚，接近下部。就是这儿，肋下可以攻击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用封脚力，封脚和挂脚，或者是后挂，三种方法利用按腿的方法来向前攻击打击。那么这个打击呢，也可以形成一种摔法，这个摔法也在其中。那么脚啊过去以后，脚这个也有一种虚度之势，然后用身体转身走。好，这个可以产生一种作用。那这个打击呢，还可以用肘攻击，肘上攻击，脸上攻击，还有这个斜击啊，是个斜身靠。所以这个方法要非常连贯，不可以松懈。然后在运用当中呢，先用形，到了运用熟练之后啊，要把这形忘掉它，随心所欲，应手即扑，等人接受之后啊，应手即扑。那么注意训练当中啊，粗腿先把身体站正，然后手啊在丹田部抱合拢，利用身体先用一个靠撞之力撞，再出手，然后眼睛向后方看，
那么头上还有一个攻击方法，看看这个头上攻击吧，一个是对他这个右手的拦击，还有一个是对左手拦击。如果左手了，裆部可以打他，肋部还是一样可以打，同时头部可以撞他，走，头部可以撞，走。所以这个方法是七星连击，非常凶猛。当然，我们练习这个武当功夫啊，更多是认识武当拳法的运动方法和它的奥妙，但是更要讲究武德修养。学拳的目的并不在乎于攻击和打斗，更重要是认识它的技术方法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在训练当中，头为什么不向前看，向后看？它有头上的一击，一个星。下一式，燕子插水。下面讲解一下燕子抄水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身体啊开始向右侧倾斜，重心偏移，同时了左掌往回领回抱，把下边这个肋部亮出，亮出目的啊是形成一个大回旋一个圈，然后这个右手啊配合左手的运转合抱抱于胸前，然后手啊从右手内侧反插，形成叫燕子抄水。然后这个抄水啊，尽可能要离地面要近，要很近，往前走。那这个里边也有很多用法，我们将来以后在专题里边做介绍。就这个动作而言，必须形成一个很大的幅度，很大的幅度，穿插的幅度出来。这个可以单式练习，那么练的越多了，你可能掌握了里边动作的技巧会更清楚，也希望通过这个不断的练习来找到它的规律。中间重点掌握步伐不可以乱，身体啊保持上下起伏的这个稳定性。再一式，白蛇吐信。下面讲解一下白蛇吐信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这个燕子抄水，然后手掌左手手掌向外反转，如蛇一样，如蛇奔一样，迅速这个吐出，向下穿掌，眼睛向下平视，注意凝神。这个左手右手拇指钉于胯根，同时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右手啊从左手掌下穿出，完成白蛇吐信动作。这也是一个攻击性动作，那么注意这个两掌的变化，一个是拧撞，第二点身体潜伏，它不是一个弓步，而是潜伏之势，就是潜伏之势。同时这个右手啊手掌心向下，保持掌心的平整，不可以歪斜，不要歪斜，平整。就这个动作啊跟看起来有凶险之意，很奇险，速度很快。上步这个前腿啊不要伸直，保持下垂，上步。好，然后由武当弟子再做一次反面动作。开始。下一式，三盘落地。下面我讲解一下三盘落地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摆设吐信，然后左手了向右手啊再传出，速度要很快，传出，同时反转拧扣，
重心呢开始向后反转，两臂和两手向分别向左右两侧撑击。那这个撑击啊，要形成一个上下左右混元鼓荡之力，造出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大家再认真地看一看，除了他穿击之外，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对方要过来要抱环抱之力。慢慢我慢慢讲，过来抱，抱了，这儿攻击，所以这是一个贴身靠打的动作，这叫非常凶险。那么教授就是重心转化和两手拧裹承出，要同时运动，牙环咬紧，两目凝视，脚趾抓地，撑开，注意要形成半圆形，两边形成半圆形。那这个动作啊，要求动作是饱满，劲力充沛，顺打，还要重心平稳。下一式卧虎扑食，下面讲解一下卧虎扑食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手左手反转，掌心贴住身体内侧，从胸前向上转虎，画虎，画一个虎，画虎，画虎，掌心开始向外，然后向下下挂下拨，挂和拨同时要动，然后两掌合力向前发力，发力，要求掌下垂，掌心突力，突力。那这个动作呢，也是一个下刮，这个利用很巧妙的四两拨千斤这种方法来走动。可以看到，这个比方啊，就是这左右手都是一样，就像一个手一样，先拨开它，拨开以后走，右脸走，发力。所以这个力量很非常诚实，很短促，有寸力啊，寸千斤之说法。有寸力催千斤，可以通常起臂啊推到他，是吧？体现这个猛虎啊出山这种这个意境。当然这个东西做出前面是柔化，肌柔成刚，先柔后刚走。而且这个是动作啊，是用丹田命门先后鼓荡之力完成动作，注意含胸拔背裹背出掌，前脚用力顶住，后脚轻蹬。那这个动作呢，这个不是特别复杂，但是要求很高，要求力量要合力，不可以用手臂推，要用整体之力，整体力量完成这个动作。所以两个臂夹紧，要夹住肋。下一式喜鹊登枝，讲解一下喜鹊登枝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重心前移，抬左腿，膝盖上撞，两手上托，然后轻轻落地，脚跟点地，同时左手向内扣，右手也向内扣，双掌合力下压。那这个动作啊，做的要上轻下重，底盘稳固。很轻很轻的感觉，所以这个意境也找到，从发力
起走。那么这儿有两组动作，那么下边是一个撞击动作，下边是一个，这个是个腿法的运用，腿啊一腿两用，人抓肩，抓肩之后了，用手啊拖，上托啊，控制对方力点，撞击，胸部和裆部。那么如果还有点就低头的话，正好点击脚部，两个手呢在内打击这个脸部和胸部，走，发出。所以这个动作仍然有它非常好的实用价值，但是手啊不要太低，落平就可以了。所以清明阳火，这个可以经常单独练习。上起用撞击之功，下落用踏击之力，是吧？要把这个上下力量要运用巧妙。下一式移花接木，讲解一下移花接木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两手向回引回捋，然后在腹部开始用腰带动双手回，开始领带，同时呢重心前移，起右腿，左掌心向外，右掌心向上拖，反腰拖出，下方一个按腿，脚跟着地，手翻转，加击果之力，果和挤力出。那么这个过程啊，就是一个移花接木的过程，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完整性。那这个仍然是按腿加手法打法以及它的擒拿术融为一体，它里边有封闭踩拿之法，也有踢打摔它的用法。那重点要掌握手啊，要回引，重心呢以腰为轴，要转动之后抬腿，腿要抬起来，不要太低，高于去要高于这个平面，落地脚跟先着地，手回引合抱过出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它要上面先加手法，手法上可以从正面看到，上面有接喉之意，接喉，下面有抓裆之势，然后还有身体啊，这个整体发力，这可以说到。抓住后啊，先击他后边，重心呢，这重心偏移，然后后边抓裆或者是打击，打击。那么这些打法呢，必须保持连贯，走。再看下边这脚上有方法，脚上的方法呢是在侧身攻击上，这攻击以及这个膝盖上这个力量，下边呢是一个摔法，往前摔，拖着还有摔重心，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接脊下肢，这脚部啊都很脆弱，容易产生一些损伤，所以它的落脚啊有扭力，扭转之力走后，所以这也是其中按腿八法之一。下一式天王托塔，下面讲解一下天王托塔运动法则。接上式，增加两个动作，然后后腿指的是左腿，开始上，开始抬踢起，跟腿根部踢起，然后左手呢上撩托起，算是托起，像天王托塔一样站住。那这个动作呢，也有它一些特别的用意，
我们也不妨可以做一个这个动作说明。好，再换一个手啊，比如说这个手啊下滑回引拨开，那这个手啊一个有穿力量，还有往上拖下滑攻击裆部走，所以这个也是上下连击，下边还有腿下的攻击方法，也很简单，但是也很实用。走，那么高度了，高与肩平，高与肩平，注意神态自然，安详。那么很多手型啊，大部分都与螺旋掌有关系。咱们看看啊，所以螺旋掌手也展开，掌心呢含空，有含力在手。交夫问路。讲解一下交夫问路动作要领。抬腿，落步，挤撞后脚跟裆部。那这个过程啊，这个要求步法、身法和手法以及眼神、眼法要协调。走，眼到、手到、脚到，也可以说脚到、手到、眼到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呢，一定要保持非常圆滑，像泥一样圆滑，这个很飘逸，懂？然后注意全身放松，不可紧张，上下左右都要放松。就前臂啊，保持圆形，半圆形，后手跟上。这个动作不太复杂，要求立身法中正。这个风进步闭根步，闭根步。下一式青龙出水，讲解一下青龙出水动作要领。接上一式，他要求身体开始以左爪为轴，左手啊翻掌，掌心向下，从右侧向左侧画弧撞转动，这个脚上向部勾步勾腕，然后右手啊随左手运转，也手心向下平转。那么这个平转，这个右手与脚相合，左手啊传出轻出水传出，右手掌心向下，左手掌心向上，张直向前传出。那这个动作啊，就是要注意转动脚下的轴线转动，画弧走圆。当然画弧走圆也是道家功夫的一种特别的标志，然后由武当弟子由小龙再做一次反面示范。拨云见日，讲解一下拨云见日动作要领。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，重点突出一个以腰为轴的画弧运动。我们先从这开始看正面动作，手了利用腰部的转动，由右侧向左侧转动，同时右脚内扣，左脚外摆，手分开。拨云见日啊，就是类似于把东西啊拨开，看看前面有什么东西，有这种感觉出来。那么这手的高度了，高不过肩，下边手啊在肚脐部位，掌心向下，左手掌心斜向前方，重心向后偏移，前腿弯曲，脚趾抓地，两目平视，头正。
下一式移花接木。下面讲解一下移花接木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手开始翻转，踢腿。那么踢腿过程中呢，手啊要以肘为轴，上架拨开，有外拨之力，所谓四两拨千斤，也由步拨和转动用螺旋力量化解这个外界进攻之力。然后上手引覆盖，掌心向下，横臂向前挤出，掌心左手掌心向前，右手掌心向下，保持一个小弓步，后腿略微跟半步。这个与前式拨云见日基本相同。下一式风摆荷叶。下面讲解一下风摆荷叶动作要领。注意接上式，风摆荷叶两手啊
同时向下，掌心一前一后相对应，向下画弧，脚向回勾挂，勾勾挂，落底蹬跟，转身从左侧向右侧旋转，以右臂为拦手，向上拦波架拿，左脚上步，脚跟着地，形成勾挂之地。同时，左手自下方向上运动画弧，掌心向前方，然后下挂、下压，右手掌心向左侧击出，有一个扑面掌。同时咯，这个右脚跟进半步，扑出之后，右手开始回引，出左掌发力，要震动，要震动啊！这个动作可以讲解一下它的动作的规范性。好，可以这么讲哈，伸手，还伸手走，下压，回挂，击掌，击脸，然后后边这个是击胸，打力。打动，所以这个也是个连贯攻击性积极动作。然后要求这个动作啊完整合理，完整发力自然匀称，注意步伐是一个圈形步，圈住，这个步伐可以单独练习。进手又用腰和臀部的力量发力，手保持半圆形，那这边既有肘击也有手击，还有肩挨帮击靠，四个击法通过一个动作完成。下一式白圆手动，讲解一下白圆手动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左手下垂，掌心向后放于体左侧，右手立掌，掌心向左侧，同时右脚向左脚并拢，两膝松垂下蹲，形成白圆左动之势。这是一个这个贴身挤靠用法。下面看了一些打法之后，它是一个连贯击法。好，这个摔一个了。好，看好击，包括击胸，后边再做就是打裆，然后用肘、肩和腰胯、膝盖挤出。那这个也是一个上下左右，大概有七个地方可以攻击，所以动作要求规范自然庄重，然后这个脚啊走路很轻，脚很轻，根部保持重，身体中正，这个肘部略带弯曲，注意头部向左侧拧转，两目平视，下一次顺水推舟。下面讲解一下顺水推舟动作要领。接白圆左动，右脚从虚脚变成实步，转化阴阳，转化重心，左脚后撤，同时左手向后摆动，右手下压，然后左手啊再挥向下画弧，中间掌心向前，由后向前卷动画弧，同时右脚收回半虚步，右掌心向下放于左胸前，
然后两手开始同时运动，协调运动，形成琵琶式，手挥琵琶，弹琵琶，琵琶式向前走半步，后脚右脚跟半步，两手向前平缓推出，右手掌高不过眉，左手掌高不过下颚。现在由武当弟子尤小龙做一次正面动作。下一式石雀争石，下面讲解一下石雀争石动作要领。接前式，转身，转身，左右手方向不变，利用腰部和脚，尤其右脚内扣，右脚内扣，左脚外摆，转身放正，两手回捋，右脚向左脚靠拢，迈出，右手向前挤撞，左手藏于右肘下部，右手高与头平，左手高与胸平，右手掌心对面部，左手掌心向下，注意看侧面动作，转身，起手。那么这个动作了，蛇在下，雀在上，有蛇雀争食之意。注意眼睛向斜前方平视，这个是一个小弓步，小弓步了，弓步膝盖与脚尖相对。下一式穿针引线，讲解一下穿针引线动作要领。注意手，右手掌心内方向下，左手向前方插出，左手掌心向上，同时左脚向前蹬出。那么这个过程啊，是一个手脚并用这么一种动作，当然这也是一个推法的运用问题，有一个推法中间要运用，那重点掌握动作要连贯，那么同时啊腿啊和手要上下协调。下一式黄龙盘咒，下面讲解一下黄龙盘柱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手两手向回引，左手掌心向内，右手掌心向外，同时抬右腿向上勾挂，落脚用侧身肘部和肩部挤靠，同时食指相对环抱而出，在空中要抱住。那么这个动作了，就叫做黄龙抱住缠住。那我由武当弟子尤小龙再做一次正面动作。下一式祖师荧光，
下面讲解一下祖师阴光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落脚步落地，落地之后，两手啊还是应该下落，起手。那么这一组动作了，要注意，这个落地之后啊，形成一个横裆步，横裆步，两手啊形成十字手，下落，起手，身体啊站直。那这个动作，再由武当弟子刘小龙再做一次示范。下一式，太和小日。下面讲解一下太和小日动作要领。接前式，祖师阴光，左手下落，右手在面前画弧，掌心向外。左手从右臂内侧画弧转出，左脚右脚向左脚后侧插步，注意掌心形成螺旋掌，掌心向前，眼睛向左侧平视，右手掌心向下。月桥山门，好，讲解一下月桥山门动作要领。接前式，左手下滑画弧，右手上架，双掌掌心向下，左脚向后滑滑步，同时左手随左脚侧步自然画弧向后延伸，然后掌心发向向前方，向前卷曲运动，然后这个右脚收半步，左手继续画弧，掌心向下，然后快速出击，进右步跟左步，右手握拳，用调肘的动作往前走。那么这个拳放在耳朵的部位，左手掌心向下，互移肋部，注意观察动作细节。下上进步跟步，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动作，一个脚球步法，撤步呢实际上是一个摔法，是吧？类似的这样的叠法很多，所以武当拳法有捏一十八叠之说，所以很多在于叠法上。然后这个肘法是个挑衅肘，注意攻击，肘不要太高，放平就可以了。注意拳心呢对着耳朵，注意眼睛向前平视，两腿弯曲微曲。那么在武当拳里边，很多步法都是风进必跟，跟步，注意跟步啊协调，轻灵出肘走。那么这个动作啊，要求短促顺遂，还要有力，要在一瞬间啊有一种力量爆发而出。那么这个发力啊，重点是握拳和身体啊下坠以后，这个力量震动要出来，所以会有千钧之力发于肘尖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。下一式，横扫群魔。
讲解一下横扫群魔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左脚上步，扣脚，脚内扣，左手掌心翻转向上，右手拳体松开，与左掌交叉形成十字式横扫，左手自左自右向左平着横扫，角度与身体形成90度横扫，然后右脚上步扣脚，右手从左肘下侧穿出，左手向右画弧，收于右臂内侧，右臂开始向右侧横扫90度，双掌掌心向上，两脚扣地，脚趾抓地，膝盖微曲，膝盖微曲，身法重正，目视右前方，完成横扫群魔之势。下一式，黑虎入洞。讲解一下黑虎入洞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左手掌心旋转，掌心向下，下按，回拨，右手掌心在空中云掌，掌心向上，向头顶转转一圈，然后同时身体自右向左旋转，右手掌心自上自头顶上方向前方下落，左手手掌提手自右臂经手向前扑按。那么这个动作了，要注意观察的运动规律，先是从左手下画弧，转身下落，注意步行是一个类似于三猜桩这么一种步伐，脚尖先向前方，膝盖弯曲，后腿脚稍微内扣，重心坐于后腿，上身正直，保持身态形体庄严安然，仰慕平视。下一式，怒海奔潮。下面讲解一下怒海奔潮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身体自左向右旋转，然后左右手开始下落，放于腹部，掌心向内，然后右手掌心向上，左手掌心向下画弧，自右向上向左侧画弧转起，然后利用身体从左侧向右转动，开始抬左脚，右手向掌心向下，左手掌心向上撩起，左脚向前落步，同时左手自下而上翻转，下拨回按，然后身法用肘部肩部向前挤靠撞击，后右脚向前跟半步，注意看正面起肘击肩靠，两掌心向内形成环抱之势，抱于腹前，近身
后腿脚跟抬起，重心下降，重心在两腿中间，两腿略微弯曲，身法保持正直。右手掌心向内呼于丹田部位，掌心对丹对肚脐，左手在膝盖左膝膝盖上方，两目向左侧平视。下一式憨鸡藏神，讲解一下憨鸡藏神动作要领。在武当派功夫里边，有武当南宗一个大流派以这个支分支，其中由于一个重点的这个代表动作就是憨鸡桩，那么在这个功夫里边它有憨鸡之势。注意看动作要领，右脚后撤半步，重心后移，同时左脚回半步内扣，形成虚步，左手自胸前自腹部经胸前，以肘部为轴向外拨开，右手掌心向前，四指向右方推出，虎口张开，掌心和膝盖上下对应，左手食指立直竖正高于眉起，身体下蹲，形成憨鸡式。下一式八仙过海，讲解一下八仙过海动作要领。八仙过海顾名思义，由水中在海中啊汹涌澎湃滔滔不绝之意。可以看到步伐由这个七龙倒步，注意观察，右脚后撤半步，前手开始回挂转动，上下做斜圆，可以分体训练，上下勾挂，缠绕封闭，缠绕封闭，有四个字来代表动作的这个要领。注意步伐变化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侧身，五，上步，六，剑指向前点出，点出。在武当全派里边，有很多技法是涉及到叠法、摔法、擒拿术和分筋错骨。那么最著名者莫过于点穴术，这里边暗藏点穴之手法。注意看，先是身法让开走，然后左手形成剑指，从这个左肋侧向前点出。右手自右向左护于左臂内侧，注意看一下这个动作的用法。在对方啊连续攻击，我可以做慢动作，连续攻击，一、二、三，连续攻击。那么在攻击过程中要有搏转之能，同时点出。我们可以把手放下了，转个身了。好，注意看这个动作的运用，一挂二挂，好，挂之后了，手这手放下，放后边，在这上步，这儿点击，然后利用身法的变化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利用身法的变化，走，好，利用身法的变化，这儿走和这儿点，也是点穴。下边脚封脚，利用身法封脚，侧身封脚封住，走，
再加一个摔法，摔法是根据这个动作的变化随感应而发，是勾挂。好，走走，后边是一个勾挂。那么四两拨千斤，通过动作的运转和巧妙的利用重心来改变对方的这个骨架结构，以起到防身自卫的作用。所以这个从头到尾注意看步伐变化，一二三四，到了四第四步可以上半步进，然后左手剑指从内部点出，那么这个点出啊，后腿要往前跟半步，跟半步，两腿弯曲形成七龙步，七龙步。那么这个也是逍遥掌当中啊一个代表性动作，需要认真研究。一个身法步伐要用身体松肩活肩，要松腰活腰，松胯活胯，转旗避开避让。这个避让呢、啊、这个、在步伐避让里边也有很多是腿攻击或者拳法攻击也会可以避让。可以看到它的避让方法，抬腿踢，避让没有了，其实这儿可以攻击，这儿可以攻击，然后拳法攻击也可以用避让方法，走，没有了，这儿可以攻击，好，上下连击。所以身法步伐必须要灵活运用，走撞走转身上步，要有几个左右转换重心，上下起伏，保持重心平稳，伺机而进，趁虚而入。下一式叶底残花，下一式叶底残花，注意看动作，这个是一个固定动作，左手变变手掌，掌心向下往回画圆，右手在左肘肘脚步自左向右画圆，掌心向上托起，同时左手啊旋转抱于右手肘部下方，再同时转出。那么步伐没有特别要求，只是利用腰的转动和双手上下折叠完成这个叶底残花动作。下一式雷火炼电，下面讲解一下雷火炼电动作要领。接前式，两手自下而上卷抱，放于两耳侧，掌心向内，右脚上上步，同时左脚再上一步形成弓步，双手推出。再看一下完整动作，两手掌心向上环抱，抱于两耳侧出。然后这动作步伐要跟紧，双手放平，注意这耳朵下侧画圆而出，画圆而出。下一式浑圆周天，讲解一下浑圆周天运动要求。浑圆周天实际上是在整个拳法一个结束动作，要把所有动作收回丹田，结束所有运动。注意看，然后收步，双手折叠，左手在上，拇指相对抱于腹部，两腿下垂行马步式。那么后边接上就是一个收势动作，放松。太极小掌到此也就结束了。